这么巧啊，又遇到了。这样吧，天子笑，我分给你一坛，当做没看见我行不行？大公子，赏脸看看我呗。这云深不知处，进酒就在这里喝，算破近吧。兄长为何带上他们？我刚看你神色，好像有点想让江氏两位公子一起进，所以才答应。难道不是吗？ How did it come to this? 蓝湛，看我！我在。能有你的腿重要吗？你这个人真是。木偶乃重要之物，非父母妻儿，岂能触碰？妻子。哦，你这木偶，我怕你紧张，所以我就给你带上。蓝湛，是琵琶。无聊是吧？我就知道你要说无聊。你看，你笑了。韦英在哪儿？那就跟我回姑苏。姑苏？你是说那个界规三千多条的地方？我才不要去。王姬，你若是担心魏公子的话，没有。韦英，休息歇斗，自刀损身。家训乃我蓝氏立身之本，希望你能够切记于心。魏婴，我想带你去回云深谷之处。带你去回云深谷之处。待会去。曹青，难道你忘了你父亲的教训吗？我母亲她恕罪，是希望你始终恪守正道。不想你重蹈你父亲的覆辙。给我打！蓝湛，你说眼下这些人有孰正孰邪，孰黑孰白？蓝氏家规第52条是什么？不得结交奸细。之本，看守父，孰正孰邪，孰黑孰白。所以我真的很好奇啊，那你怎么猜出来的？我也很好奇，你既情未婚的事情，放手。不敢。不愧是余玲珑，陈婉婉，就连韩光君也着了眼了。不错，非议。我早知道他是魏婴，蓝湛，我有种无效走到黑的感觉，确实不正了。我好像已经猜到你是怎么认出我的了，谁做的？我。你做的？那他叫什么名字呀？你觉得呢？